天都吃万岁牌核桃。啊，吃这个变巧。哎呀，它含有 Omega 3和丰富的营养素，帮助我们活化思绪，头脑变聪明哦。每日适量核桃，有益健康哦。中医说这个很养生哦，好好吃哦。看来音乐生堂莫扎特都是吃这个的嘛。Maybe， 不过可是万岁牌核桃，我们可是不吃的哦。